好，我要点火了。哎，点火开关。好，开始放材料吧。cheese， 小香肠，章鱼跟虾子。那我要放坚果和棉花糖糖。哦，感觉很不错哎。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个小香肠吧。好啊。啊，好。哇，这个是我和娜娜子姐姐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散发出来酸酸甜甜的初恋滋味啊。